美术生的高光时刻，看我的最长，我最长，我最长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去，都回自己座位吧。我今天做饭画，梅子上，看他这个鼻梁是不是就很高？是啊。干嘛呢？别动，橡皮。老师，这。我的课你连个老人头都不愿意买？老师，我笔盒里有。老师，这是他的笔盒。哟，看看。梅子上我的课都是切樱花，看看人家多细节。3 hours later， 梅子，来，过来看看。哦，原来我侧面长这样啊。这是哪儿？眉骨。眉尾。眉弓骨。哎，对了，这是眉弓骨。你们是不是私下不摸头骨？摸呢。我可没看出来。梅子，来，我问你。这是哪？是颧弓和颧骨。哎，对嘛，这才是末了嘛。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你这是啥颜色？看着这么扎眼。哎，你懂啥？那我给你添一瓶。你们就是这么课前准备的，是吧？梅子又要夸我喽。眼高手低，平颈期了。25果子明早给我。笑，你们也一样。你这样会被老师发现的。切，关我什么事？干嘛？你们别吵了，怪不得你画那么烂，画品即人品，人家梅子就是比你画的好。好多了，这次啊，还会破形呢。不像某些人糊弄我呢。梅子，一会儿回座位给朵拉画一个。啊，好，那你看清楚了，我只示范一次。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今天要画那个。哪个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？这都是艺术，好不好？切，谁还没画过呢？注意三庭五眼啊，注意肌肉线条走势啊。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呗。你之前画过人体？啊，没有啊。抓形抓得很好啊，你看你这儿画的。你留着空白是给我画呢。老师。我画不出来呢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梅子，你画完把人体结构在旁边注上，咱就裱画框了啊。那就辛苦您了，那咱们休息20分钟。哇，老师怪不得说要裱起来，梅子你画的也太好了吧？哎，也没有啦，肌肉都画出来了，也不看人家妈都有没有。不是，谁还能没个腹直肌呀？你不是说你画过那个吗？刚才连头都不敢抬。人家梅子画的。这才叫艺术。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哟，你这是个啥临摹术？咋看着比我的简单？美院风的。他美院风的，老师让我画吗？就想试试不同风格。那你给我撕两个。给，别折啊！画完记得还我。再操心。照你这个速度，下课前应该能再来两张，抓紧啊。好的，老师。我哎。你大色块都没摆明白，你在这给我临美院风，去那儿换一个去。梅子，你这张完了之后来一张油画翻译啊。要看就大大方方看，有什么好看？刚好你给他们讲一下吧。加点玫瑰红，揉一下下，直接白笔就行，这样背景会特别火。再给你加点韭菜绿，然后衬布的纹理用刮刀这么一刮。哦，明白了。没刮到怎么？简单啊，用笔杆，然后这样划。哦，都学会了吧？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困死了，小雨，走。梅子，这幅画完上墙。我哎，色重画。老师，我能改。透视都不对，你铺什么大关系？为啥全班就他的透视没问题？不行，现在这个情形不能笑。除了梅子，其他人撕。梅子，骄傲使人落后。画不出来，你们就看看梅子的，他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？画板一放，人往后退。美术生的崩溃瞬间，从我这边开始上人啊！哎，我先。
捏什么？背对。腿快为啥不提前想？等我给你想呢。老师不是。你还知道自己画的烂？朵拉，来来，看看，这是梅子画的你。我看看。看，你自己说画的像他不？哎，你看看你画的像不像个人？老师，背面有点难画。难画？不是背面难画，你不会去正面画吗？啊，你死磕一个背面干嘛呢？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借我张调色纸呗。来，你把调色纸给我。啊，看起来好爽啊！最讨厌大合班了，每次都坐墙角这儿。能看清吗？能的。老师，我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行啊。哇，你这是什么手机？拍摄居然这么清晰？这个是 OPPO Reno 10系列，全系列标配长焦镜头，三倍拍人更好看，主角感更突出呢。你看我拍的这个模特人像，清晰好看吧？好人像选 Reno 准没错。那咱俩一起画呗，我实在看不清。没问题。二等。一等，哎，那是不是你画？是吗？我看看，哎，还真是。有没有上九十的？把画给我拿前面来。哇，就我一个人上九十了哎。美术生的高光时刻，拿画板找位置。你速度还挺快。哎，那个老师，那个素描纸，小测试，嗯。哦。你看他用的是康颂，真奢侈。走，咱顺你上走。你去，我去找。你们要拿拿吧，我这儿还多着呢。你下下。直接泼，用的还是碳条。朵拉，来过来。梅子的衬布看着就软，你画的是啥？我问你，给我画座山，你是想画出来砸死我？你不就在梅子后面坐着呢？你画不出来抄他的呀，动动脑子。美术生的崩溃瞬间。好啦，纸胶带借一下。你拿。Later。妹子，你交代。哦，好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调就行。妹子，你快帮我看一下。我看看。Alleluia, Alleluia。我拿风扇借我一下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换的新衣服？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是我在得物上买的飞都迪都短袖和短裤，穿着舒适又百搭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均价都不过百，可划算了。这么实惠，那我也要买。那你直接点我评论区置顶，现在还能抢千元优惠券呢。风扇给我呀。你高光还没点呢。就说感觉怪怪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舒服，眼睛好酸啊！这里也注意收型啊！哎，刚好休息会儿。挺自觉的哈，知道老师做饭画就跑来看了哈。哎，画离我老画的像鸡蛋怎么办？鸡蛋也难和包蛋。哎，一
一起组队掂量吧。你们看，我还收藏了好几个可漂亮的乐园图呢。新赛季的盲盒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就是哎，外太空主题的。你看这个修勾看着好软啊。这是修猫。哎呀，你画老花眼了吧？这分明就是修勾、啊。哎呀，快点玩啊，玩玩花果子。你加我了没？给我送点玫瑰花，让我领个闺蜜牌呗。可以呀、啊，都。学美术累不累？不累。行，都上墙。梅子，你的上那儿。哦，好。